日内瓦是哪个国家的首都？日内瓦是瑞士的一座城市，不是首都。日内瓦，日内瓦州下辖城市，位于日内瓦湖西南角，是瑞士联邦的第二大城市。湖上大喷泉是日内瓦的象征，日内瓦湖光山色四季皆具吸引力，同时也是世界各国际机构云集的国际化城市。日内瓦以其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、多彩多姿的文化活动、重大的会议和展览会、令人垂涎的美食、清新的市郊风景及众多的游览项目和体育设施而著称于世。日内瓦也是世界钟表之都，钟表业与银行业成为日内瓦的两大经济支柱。日内瓦是全世界交汇之点，超过了200个的国际重要机构设于日内瓦，每年数以百计的会议、展览和庆祝活动在这里举行，吸引了各国来客，被世人誉为和平之都。